家好，我是小伶。今天呢，小伶要介绍一位新成员给大家，他是谁呢？朵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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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起床啦！太阳都晒到屁股啦！今天不是你的生日 party 吗？朋友们都要过来了，快起床哦！哎呀，好困呐！妈妈妈妈，我起来了，你看我都睡迷糊了，我都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还邀请了 Ruby 还有小豆子来我家吃饭呢。对呀，朵朵，你看你都忘了吧。好，那你现在呢赶快去洗澡，洗完澡呢然后扎头发，妈妈呢现在就去给你准备好吃的，好不好呀？好呀好呀，哎呀，好期待小豆子还有 Ruby 来我家吃饭呢，我还是第一次邀请我的朋友们来我家呢。对呀，所以妈妈呢给你们做好吃的，你赶快去收拾好不好呀？好好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朵朵，我就是今天的新成员，我有一头漂亮的卷发，我头发的颜色也很棒吧。我呢平时很爱美，很喜欢打扮自己，也很喜欢交朋友，我的朋友是 Ruby 还有小豆子。今天呢是我的生日 party， 我邀请了他们来我家吃好吃的啊。现在没时间了，他们快来了，我得赶紧去洗澡吹头发了，拜拜。好啦，我洗完澡啦，现在呢我要换上漂亮的衣服，等我一下哦。我的衣服都穿好了，漂亮吧？这个衣服是妈妈给我买的生日礼物，我可喜欢了。现在呢我要穿袜子。好，小袜子就穿好了，再穿我们粉色的小鞋，和我们衣服是配套的哦。鞋子也穿好了，现在该扎头发了，还剩十分钟，十分钟之后小伙伴就要来了，先赶紧吹头发，吹头发。好，头发吹好了，现在就来扎头发吧。哈哈，现在我头发也都绑好了，就等着小朋友们来吃饭了。妈妈妈妈，我的吃的都准备好了吗？来了，朵朵来了。好，朵朵来看看妈妈给你准备了什么好吃的。首先呢是一个披萨，紫菜包饭卷，鸡蛋卷，然后呢就是你最爱吃的寿司，一个虾，还有呢一个大火鸡烤鸡。哇，好丰富呀，好丰富呀。还有没有什么甜点呀？我听说我的朋友小豆子还有 Ruby 最喜欢吃甜点了。当然有甜点啦，我们可是有一桌子甜点呢。哦，一个小桌子的甜点，有巧克力还有饼干。哇哇，好棒呀，看起来好漂亮。还没完哦，还有两个冰淇淋，面包，甜甜圈，最后呢我们还有一小盘水果。看妈妈给你准备了这么一大多好吃的，一定够你和你的朋友们吃的啦，对不对？对呀对呀，哎呀我肚子好饿呀，看着这些好想赶紧把它们全部都吃掉，他们怎么还没来呀？不是说好十分钟之后就到的吗？哦对哦，叮咚叮咚，哦来了，哇来了，朵朵朵朵你好，小豆子你好，哦好久不见了，你又漂亮了，你的衣服好漂亮呀，去哪儿买的呀？啊，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生日礼物，我真适合你的头发，你真的是一个小公主。谢谢谢谢，你也很漂亮很可爱，谢谢你 Ruby Ruby。 哈哈，我来了，哇你的衣服会不会太漂亮了，这个裙子真好看啊。谢谢，是我妈妈给我买的礼物，真好看，
哇，等一下，好多吃的呀，全部都是我喜欢的。哇，冰淇淋、水果，居然还有甜甜圈。天哪，哦 ，sorry， 不好意思，把冰淇淋弄倒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扶起来就好了。嘿嘿，哇，还有面包，哇，还有这么多巧克力，天哪，我好想赶紧吃掉。小朋友们都到齐了吗？那现在就开动吧。啊，等等等等，我们还要给朵朵买生日礼物呢，要先拿给她吧。哎呀，其实你们不用给我买什么礼物的呀，我也就是请你们来吃个饭，一起玩玩而已。哎，再怎么说也是生日嘛，我们也没买什么贵的礼物，也就是图个开心而已。啊，是吗？什么礼物呀？嗯，先我的，先我的，我给你买了这个。哦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泡泡机，它可以吐泡泡哦。你看，按这个地方，它就可以边发声音边唱歌边吐泡泡了。哇，真的吗？哦，吐吐看看呀。好有趣啊，露比，你真会买，我好喜欢呀！啊，谢谢，你喜欢就好。该我了，该我了，我买了呀，你肯定会喜欢的东西。装芭比娃娃，哇，我最喜欢芭比娃娃了，因为芭比娃娃好漂亮的，我就是想模仿它，所以我染了漂亮的头发。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喜欢芭比娃娃，你看这个芭比娃娃是不是很漂亮啊？哇，好喜欢好喜欢，谢谢你小豆子，你们都买了我好喜欢的东西，谢谢你们。不用谢不用谢，你喜欢就好啊。啊，那个现在礼物也都送完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吃啦？对呀对呀，开吃吧。好，现在就开吃。油炸大虾真好吃。好，现在东西都吃完了，大家都吃好了吗？现在呢是切蛋糕的时间啦。哇，妈妈，你还有准备蛋糕啊？当然了，我是谁呀？生日当然不能缺了蛋糕啦。将漂亮的生日蛋糕来了，哇，好，朵朵，你先许愿吧。许完愿，我们来唱生日快乐歌。好的，好的，许愿。嗯，好，我愿望许好了。好的，那就吹蜡烛吧。呜、哦，祝你生日快乐呀！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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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朵朵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谢谢。现在呢是切蛋糕的时间，刀在这儿，切生日蛋糕啦。哦，哇，再切，哇，帽子线断了。好，切成四块蛋糕，朵朵一块，我们的 Ruby 一块，我们的小豆子一块，还剩一块是妈妈的生日蛋糕啦。干了这碗蛋糕，中中中，好好吃啊。今天就和我们的新成员朵朵一起举行了生日 party， 故事还有趣吗？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我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